神秘雾气雕。神秘雾气雕是有史以来最为神奇作品之一，是当代注视佛陀为了世人所创造的既能看到又能摸得到的圣迹珍品。此作品在实卦与实卦之间有一种祥雾缭绕的玄妙美韵，当前展现的云涛红雁山，它从远处看如红宝石般流光溢彩，绚丽夺目，让人惊叹不已。从近处又如秋天长满枫树的山峦，满山枫叶犹如烈火燃尽了天空，让观赏者身临其境，流连忘返。这幅作品结构复杂，层次分明，技艺手法高超，同时它也是世界人类史上唯一有自然气体的艺术作品。当仔细临摹这幅作品时，会惊讶地发现它有洗涤心灵、净化身心的神奇功效。让我们好好欣赏这幅超越大自然存在的绝世珍品吧。